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网球课完，我们要来吃零食吧。妈妈，姐姐要叫我可可王，叫姐姐九婷。然后姐姐是红色珍珠酱，我是黄色珍珠酱。彩虹像是云走，淡淡的，还是这蓝色的星球。谢谢。白天的星空，珍珠的星球，你过去一点好不好？拜。我比你更远，我要被丢弃刷户了。好像是买两套，买两个那个火冰块。哦，买两个冰块，然后再附这个两个，很合理啊。这个是蛋糕吗？一组一个。想看冰块吗？你想什么？你要奶茶吗？这是冰块。妈咪，你要奶茶。想哪一个冰块呢？那个是不是要弄碎？对啊，蛋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疗愈的画面。危险疗愈。好，一起来，妈咪。那应该丢到这里。没有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，这个没有疗，这个没有疗愈的哈，我喜欢这种，好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不要再嚼了，这样我也不敢吃。好像在打什么？对呀，啊，在打面糊的感觉。打面糊。我好想吃一些哦。来来来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我不想吃。小妈咪呢？我一口一口吃。妹妹，你不要没奶吃的，吃炒面面啊，你要不要吃炒面面？它猪肉很好吃，哪里有猪肉？有猪肉啊，我吃了一小块。这是新的160。哎，妈咪呢？妈咪，奶奶吃面面。这边有烤青鱼，烤青鱼有去吃哦，不想。我要虾丸子，爷你去吃。虾丸子一下三点多都要吃哦，谢谢。下一只。好笑。姐姐，妈咪你要不要卖茶？小妈咪你要不要卖茶？妈妈帮你拿一个小碗。薯条好看，先不要吃。它薯条很香，边边有脆脆的，然后里面的马铃薯很软，很棒。然后番茄酱跟麦当劳的番茄酱一样。你看，我要施魔法哦！3、2、1，变出一只小生物啦！哎，眼睛老了。哎，眼睛不见了，姐姐。看着他，他就知道了。嗯，谢谢。你这种。
我们要看，就是这样子，就盯着那个柜子，盯着那个小姐，盯着柜子，可以吃美味的饭饭，给我一点面。那有录到我吗？鱼的皮香香的，肉也香香。妈有录到我吗？走来走去。不要诱惑了，不要诱惑了，回去回去。还有一个鱼板。突然有个小螺旋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只是小碗最上面印的，你看。我对这个教室没有任何准备，要是他掉了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好吧。为什么？拜拜。